新版本新地图擂台挑战正式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纪北。9月13日，本周三擂台挑战赛正式开始。使命召唤手游嘉年和使命坤不是。嘉年和使命纪北就是我啊，将在新地图黑花都市进行5v5擂台挑战，模式为爆破热点经济爆破，自主购买武器，玩法丰富多样，地图新颖别致。届时我将带领4名队友作为擂主，兄弟们可以自行组成5人小队前来挑战。在活动当晚8到9点进行比赛，挑战成功队伍将获得手册5份，总数量不限。对了兄弟们，为了尽可能让大家都有机会参与，本次挑战赛不需要报名，直播间搜索房间号即可参与，先到先得。当然届时观看直播的兄弟，直播间也有惊喜好礼，大家也可在游戏内活动系统查看活动介绍。还有兄弟们，使命之夜投票也在火热进行中，虽然我目前是第二，但能不能保住还需要大家每天投30票。分本在这里感谢大家。9月13日晚8到9点，喊上你的好兄弟，带着你的青花瓷武器，极致使命召唤热爱，我在黑花都市等你来战。